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苏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咱们上节课介绍了如何自定义异常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这节课呢，咱们再多做几个自定义异常。因为呢，在一个脚本过程中执行的时候，那意外不可能有一个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例子，看下这个例子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我把这个删掉，这块删掉。那早上起床和到公司开始工作中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那每个事情都可能有一些意外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早上起床第一件事，咱们需要干嘛呀？上厕所。对，上啊。你的习惯上厕所是吧？那行，上厕所对不对？嗯。那上厕所的时候，那正常就上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有可能说怎么的？马桶坏了，马桶容易那么坏吗？假设马桶坏了啊，马桶不好用了，对吧？然后第二个，上完厕所，比如说是。吃早餐，对吧？那吃早餐，吃早餐有没有可能有意外情况啊？可能去，比如说按时间判断他起了晚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卖早餐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吃早餐的就是没有卖早餐的了，对，没有早点了。那吃完早餐之后呢？对，就开始上班，对不对？第三个是开车上班，对吧？开车上班，前面咱说了，是不是可能发生的意外什么？有可能说爆胎，对不对？爆胎。就爆胎吧。然后爆胎完之后开车上班，然后假如说像每天走高速，对不对？高速，然后就上高速，上高速，对吧？然后比如说下雪，对吧？是不是意外啊？往天不下雪，偏偏今天下雪，下雪高速封闭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些就是咱们假如说是咱们要写程序的一个流程，业务流程，对不对？而后边这些是发生的意外，对不对？对。而我们对应的每个意外解决办法怎么的呢？比如说上厕所，如果咱们想解决，你必须得上厕所，对不对？那马桶坏怎么办呢？去外面的公厕，对不对？对，去公厕。去公厕，对不对？那吃早点。那什么，如果早点没有卖的什么呢？买个面包，对不对？买面包对付一下，对吧？然后开车爆胎，那就只能怎么的，这个意外是不是就得换呢？换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下雪了，你不能走高速了，就得走什么？走小路，对吧？哎，这一天挺坎坷呀，要每天都发生这些事儿的话，是不是倒霉到极点的人也就这样了，对吧？但是咱们要考虑到，对不对？当然每个流程都有可能有意外发生，对吧？那咱们就把这个意外看一下怎么的，咱把它写成一个类，好不好？对吧？这块就是一个过程，我可以在这块定一个类，这个类起个名字，咱就叫工作，应该早餐到工作，早上起床到工作之间，这块应该叫做什么流程呢？应该是定义成什么类呢？日常。那倒霉的一天。倒霉的一天，那就是倒霉类吧，对吧？不就 DM 类可以吧？
啊。然后这里边呢，把每一个功能都写成一个方法。你看 ，function 对吧？我就用拼音写吧，上厕所，就是 go wc。上厕所是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吃早餐 ，eat， 对不对？吃早餐，然后开车上班 ，driver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咱们说什么呢？对，上高速，运行吧，就是走路吧，对不对？四个方法对应的是这四个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四个方法在这个类里边，我早上起来之后执行这个，创建一个倒霉的对象，你有一个 DM， 对吧？然后正常的 DM 里边有一个什么？上厕所的方法，然后吃早餐 ，DM 里边有一个 eat 吃早餐的方法，然后，对，哎 ，DM 里边有一个 DRI 方法，当然不可能都是一个类发生的，我们在这里一个流程里边，有可能你就很多很多个类，听懂吗？然后 DM。里边有一个运行，好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尽量假想的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实际情况不用说，非得写那么多，就把严重的，比如说轮胎坏了必须换胎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比如说早餐这个吃不吃，有可能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上厕所上不上，有可能也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实在不行上公司去上吧，对吧？那这里边正常的，比如说去厕所的，比如说这块几个。哈哈，等等，事儿办的很成功，对吧？这是一个，然后这块吃的很好，对吧？吃的很好，然后。开车什么？车开的不错，怎么？哎，再过来，然后这块儿，高速很好走。假设几个对不对？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对吧？如果没问题，我们这块儿怎么的？是不是直接？就可以执行了。你看，早上起床，哈哈，事办得很成功，对不对？吃的很好，车开的不错，高速很好走，到公司开始工作，是不是很正常的流程啊？对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对吧？每个情况都会有问题。那每个有问题，就针对某个问题，是不是得解决啊？对。比如说这块，假如说厕所马桶坏了，如果判断一个条件，对不对？那这里边，假如这块我传个一，就是。传个假值，就是马桶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里边有一个标记吧。如果传假值，就是当中就坏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标记，如果马桶坏了，那你看我直接抛出 new 一个，这写错了。这块就是WC。ESCPT 异常，对不对？马桶不好用了，就传一个这个问题啊。然后呢，吃饭呢怎么呢？这块如果时间这块晚了，对不对 ？Time 时间晚了，那我这块如果当然这块可以根据系统时间去判断，对不对？对 ，Time。这块我们就来一个怎么的抛出 new 一个，就是没吃早餐卖没了，对不对？没吃上的话就 no 异常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随意定义这个名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起来晚了，对不对？早餐没了，然后这块开车。这块出现了一个什么？这块如果碰到钉子了，钉子对不对？那
钉子，哎，然后我们这里边怎么的，抛出一个，这一场咱们写过了，对不对？我的爆胎异常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块爆胎爆胎了，对吧？然后呢这块假如说下雨了，雨下雪，对不对？这块抛出一个封路，封路异常，看一下，天下雪了，对不对？高速封路了，对不对？封路了，不能上雪，对不对？天下雪了，高速封路了，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，是不是每一个都考虑到意外情况了？那这里边意外情况你看一下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只有一个爆胎的？对不对？其实我们 catch 可以写多个，对吧？所以呢每一个有异常，一个异常类我们都写这个异常的解决方案，比如说 class 这块写 WC ESCPTL 必须得是这子类啊， caption 的子类，对不对？ ESCPTL 对吧？然后这里边做一个方法，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咱们就都叫做解决方法，咱们都叫做是处理 PRO 吧，我都叫处理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去厕所的话，那解决这个问题，那比如说咱就说去，对，去公厕吧，去公厕，行吧？然后再来一个类 class， 比如说吃饭这块是没赶上，对不对？ No ESCPTLESTNDSDSCPTLE， 然后这里边也有处理这个方法。咱们说了，没吃完早餐，买个面包之类就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输出买面包，凑合一下，对吧？然后。还有爆胎的写完了，我就写这几个就行，看到了吗？那这个类也写完了吧，还有一个 class， 还有一个封路，然后这里边处理封路了，那就是只有什么走小路，对不对？走小路，看一下我这里边写了这么多异常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里边我们都抛出了这么多异常对象？那假如说现在抛爆胎这个，那好办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处理了？对，其他都有处理了，下边也有接收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别的类怎么办呢？我们一个 catch 可以有多个 catch， cat ch， 然后比如说 no e s e c e p t l， 对不对？嗯。w v， 那我们这里边可以。跟一样获取一下 echo， 对，这个获取一下这个消息，对吧？然后获取这个消息，知道怎么问题。当然这个消息你可以不，假如要用户感觉不到这个意外，你再处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不输出，直接怎么的，直接解决 PRO， 是不是直接解决这个问题？对吧？那同样有这个异常了，对，我们这块还可以怎么的，再解决一个，再解决一个，比如说这还有一个有还有哪个异常 WC 异常，对不对？那这块 WC 异常，对吧？对，封路，
那异常有可能写很多，但是呢有可能这是两拨人写的。嗯，比如说我处理，我负责调这个主流程，你负责写这个类，对吧？那我不一定说把你这个问题我全解决，太啰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怎么办呢？我可以不全解决的情况下，我可以把最后一个直接用一个 caption， 不是因为它放在最后，而是因为它是所有类的父类，也就是所有类的对象，所有异常类的对象，它是不是都可以接受，对吧？比如说最上的是动物类，你不管什么动物是不是都可以属于动物，对吧？不用说猫科啊什么犬科啊，它都属于动物，所以呢都可以归这一类。但是这个别放在第一个，如果放在第一个，任何异常都被第一个接它接收了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它就捕获漏网之鱼的，听懂吗？那漏网之鱼的你就不用处理了，因为你这个类里边没有处理的方式，是不是只有一个提示啊？是不是就行了？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正常上班，假如是这块都没问题，看一下我们每个意外发生的时候，异常发生异常的时候，是不是都可以有解决方法呢？你看啊，假如说这是正常没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说这块现在上厕所有问题了，去WC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有问题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是马桶不好用了，去公厕。完了，其他事得是到公司上班，对吧？然后假如这没问题，假如说开车这出问题了，爆胎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块怎么的，是不是爆胎了，换上备胎再去上班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假如说这个有问题，高速封路了，对不对？我这块加，但是我下边有接收高速封路的吗？没有接收的。没有接收的就会怎么样呢？是不是都能被他接收？对吧？所以这块只是提示一下，你看天下雪了，高速公路封路了，对不对？但没处理，千万记住别把它写在最上面，对吧？最后每个多个 try catch 之多个 catch， 最后一个一定要放一个 caption， 听懂吗？就捕获漏网之鱼的。然后记住几个细节， try 和 catch 之间，多个 catch 之间都不能有任何代码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明白。这就是咱们写异常的原理。当然了，平时遇到的不一定那么复杂，对不对？但这只说了一个咱们写的过程，别写代码的人能看得懂。再有就是同一个意外有可能发生多次，对吧？比如说换备胎，对吧？哪块备胎这块，对不对？换备胎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也发生意外呀？对不对？比如说备胎也坏了，对不对？这里边你还可以继续写 try 和 catch。还可以继续写，无限的写进去，就是一个嵌套的一个关系，看到吗？是一样可以写的。好，那这节课到这里边咱们异常处理和错误处理就都结束了。咱们对错误和异常处理呢，大家只需要是重点了解就可以，不用说非得完全掌握，看过一遍视频，做过一些实验就差不多可以了。因为 PHP 的异常处理有用的，但是不是用的那么多，听懂吗？但是不能不会这个东西，但是不用重点掌握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那咱这部分的知识点就教到这里。好，再见。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，总结能力非常差，胡乱学习，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，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，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。为此，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，为你答疑解惑。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，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。用微信扫描二维码，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，出来一个高大威武、有内涵的帅哥，就是我了。点击关注，我就会天天骚扰你。